大家好，我是跟屁虫，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要住的地方。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海景房。哦，两只小狗狗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听说最近会有小熊和小浣熊。这是我们的木头，这是我们的桌子和装备，这是我们要搭帐篷的地方。希望今天小熊不要来找我们，好可怕。